Dad always told me don't you cry when you're down, but mom there's a tear every time that I blink.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exy， 他是 Annie。 我们今天硬聊一个神秘爱人的约会，带我们来这间美食馆。噔噔噔，走 ，Let's go。带大家来到令人惊艳的红酒餐厅。听闻这家爱酒餐厅刚要开张，就面临新冠肺炎行动监管令，但无论如何也挡不了我们对美食的追求。看那楼梯间精致的设计，就能感受店主的用心。伴随着爵士音乐，流淌出融融暖意。单看店名就知道老板是非常有品味、非常爱红酒的同道中人。这里设有独立的葡萄酒家，也有专业人士提供帮助。Medium full body range 这样子啦。嗯。OK， 这个喝下去会比较顺。OK， 它不会有很重的 tannins， 也不会很酸。你会介绍。这个沙龙内呢，它不同是在于平常的沙龙内都会带干的，但是这个呢，你不会有喝到那个干的特性在那里，它会有比较重的果香味和花香味。嗯，啊，喝下去我会讲会带一点点甜这样子。嗯，通常很多顾客都会喜欢这一类的感觉，这样应该会很开胃的哈。对对对。Okay， 好，就这一支。OK， 好，可以。爱酒也提供了白酒以及气泡酒，仪式餐点口味相当迷人，不论是炖饭还是披萨都相当到位。相信大家都感受过葡萄酒的开酒仪式，侍酒师会小心地用酒刀将瓶孔的圈封隔开，去掉放在小碟子里，然后用餐巾小心翼翼将瓶孔擦拭干净。酒刀的旋螺轻轻地钻下去，慢慢地往上提，在酒塞快要出来的时候，用拇指与食指轻轻地捏住酒塞，往上慢慢地拽出，呼的一声，软木塞应声而出，优雅地开瓶，正是葡萄酒重要的仪式之一。山文鱼脂肪丰腴，味道鲜美，橘红与百色相间的纹路颇为惹人嗜欲。经过分享的美食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，而桌位对面的都是你希望拉近的一份关系，无论是生意还是情感，都将因为美食而得到升华。您的点赞、订阅与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下期见。